然后白回复说，根据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，我喜欢你，请跟我在一起吧。荣回复说，我在跟你讨论工作，但你竟然，对不起，我们还不能在一起。荣，你怎么这么薄凉？你太漫不经心了，你这是在讥笑他呀。薄凉啊，我觉得荣就特别奇怪，就是他还说我喜欢白白的什么怎么样，一边聊他在一边又拒绝。对啊，我真的是，我表白了这么多次，可能因为我信任的原因，我白表白了，白表白，全都白表白了，白表白。为什么？我也想写一个盒子，为什么？三个问号，为什么？会有原因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白的房间发现的一个照片，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跟密道有关系。他站在地下大厅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听明白了吗？这么多，我以为他过来看照片。对呀，我以为你要过来看照片。我就是，给我走开！我就是过来看照片的。就是白在酒店中庭拍一张照，这应该是我们地下的那个有树的那个地方。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指向密道呢？身后有一个感觉像是一个门一样的东西。